这里有那个豆汁吗？有。雪儿，你去拿豆腐干啊？啊，我一二三四，来四份。那卷儿的。来一份一岁羊，嗯，一个手切鲜羊腿。火腿最。这个，这是芝麻酱，芝麻酱，这是北方人吃的火锅，然后这蘸料，这是芝麻酱，芝麻酱，这里面可能有花生酱，它会增香的嘛，然后就是腐乳汁，腐乳汁，这个绿色的，绿色的韭菜花，白色的是蒜泥，白色的是蒜泥，对，这个是现炸的辣椒油，炸辣椒，然后用辣椒去炸。因为涨了，家里面现在菜也上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干。王哥，来，开干。这贴上去了，大概涮个十多秒的，我这个掉下去了。那我先干了。吃。看它变白了，然后它这么一炸，辣椒就不辣了。嗯，还能吃辣的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我这一餐确实，哇，豆汁来了！哎，这个豆汁儿，这个颜色，来传递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我先闻一下。我先闻一下。这个好浓郁。对。这怎么有股酸味？对，非常刺激。啊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形容这种。体验一下，我的妈，这个味道，王哥，它在往舌头里面钻，一股酸味，一股涩口的味道。发酵过的，酸酸的，有点跟，是不是？酸味很重啊，就是一股酸味，然后一股发酵的味道。我个人怎么样？特别的刺激，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不舒服。它不是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确实挺奇怪的。我觉得闻起来这个更具挑战，吃起来反正没有。吃起来反正还好。闻起来跟臭豆腐一样。臭豆腐怎么说呢？是闻起来是有点臭，但吃起来是香的。这个闻起来是臭的，但吃起来嘴巴里面有一股发酵的酸味，有股特殊的什么味道。我还行，喝着。包压，有一圈还有。你心里哪都不知道，你没想到他这个直播早做了。那天。有一圈还有。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，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。